因为他太爱你了，太爱姐姐了。前一晚才和 SM 娱乐旗下的其他团体举行家族演唱会，韩国女子团体 FX 的成员 Amber 神采奕奕的现身在台湾的首场个人见面签名会，她的妈妈也特地到场探班为女儿加油。不过不说也不难看出，母女俩站在一起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我大概一年多没看到了，就是我后天，是后天，后天后天看看到她。好吧，我快走了，我快走了。有别于团体中的个性帅气形象， Amber 希望能在个人专辑中呈现不一样的风格，更找来前辈少女时代的泰妍跨刀合作。因为我也出道之前，我是他的，真的是他的 fan， 因为他唱的真的非常好，非常。所以我就说，哦，就是如果有机会，我想跟泰妍姐姐一起做合作，所以做了。Yes， 超开心。回到父母的故乡， Amber 表示最想吃臭豆腐和香肠，晚上还想去逛夜市，惹得粉丝尖叫连连，争相报名要当向导，向偶像好好介绍台湾小吃。而当问到想要合作的华人明星， Amber 的回答则是：有机会的话，要跟哪一位？哎呦，马上歌迷朋友都知道了，那是王力宏。哎呀，所以是王力宏首选。Yes， 娱乐新闻中心特别报道。